金属乐呢虽然是小众，但在小众当中他们又分很多不同种的类别，像比如说哥德金属。嗯，而这些乐团呢在一开始发展的之初啊，他们会 copy 很多其他的乐团，但是久而久之却发现自己的一些特性哦。像重生乐团他们就是这样，最后呢他们锁定在 metal 的这个曲风。嗯，而他们的题材呢取凡神话故事、传说、游乐园、木马、木偶，怎么那么广泛啊？哇，我们赶快来看看重生乐团的歌德金属。去那下穿过耳边的惊
我们看到呢 ，Revive 重生的这个专辑，刚才我们看到封面，封面看到这么可爱的一个小妹妹，好像很无辜的躺在那边，可是打开来，居然是这小妹妹怎么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构想？这构想、跟歌德金属有什么样的关系吗？其实我们当时设计这个的构想很简单，就是我们就把这个盒子没有音乐盒，对不对？就当作它是一个类似一个像潘多拉的盒子。当它一打开之后呢，旁边的这个人头呢，眼睛也就张开了。然后呢，它就被捅一刀。对，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构想而已。对，我们的美术总监的一个构想。对，那发了两张单曲啊，有没有想要做一张就是？真的很完整的一张专辑的计划，之后会有。那我们现在就是有一个系列的歌曲，就是我们有几首歌会有一个故事的连串。那等到这个系列的歌全部都录制完成之后，我们就会开始做一个专辑的，就是专门的专辑录制。对。啊，这一类的系列的歌基本上都是由我们鼓手写的。基本上说这次专辑整个构想其实是由鼓手，那因为我们就是之前就跟贝斯手一起在录音的时候，就是有做一个大家统合生出一个故事，就变成是一个游乐园的系列故事。就是那故事内容其实是就是一个有一个人在小时候可能跟他朋友有一些情感的纠葛，然后背叛了他朋友，以至于他朋友在他年纪轻轻的时候就死亡了。然后呢，但他们的共同回忆就是那个游乐园，所以那个游乐园有点像是一个被诅咒游乐园。那个音乐盒就是他们共同记忆中的一个信物，所以就是我们的音里面有音乐盒。那整个故事整个系列叫做游乐园的系列，就是每一首歌可能就是有旋转木马、木偶乐队，那有鬼屋之类的，整个都是游乐园我们经常出现的场景。那我们会觉得这些场景都是我们觉得是很快乐的，但是对我们来讲，或者是对那一个我们里面故事的主人公而言，它是一个悲惨的记忆，那是一个童年的悲惨的记忆，这样子。所以其实这张单曲是结合了画面还有音乐，但是都是有一个整体的故事在发展的。对，相当特别，就是会是一个比较概念式的一个专的一个部分这样子，所以基本上会把它做的一个就是各个歌曲之间也希望它会有个连贯，然后本身是一个概念式的一个专辑这样子。